一个服务区嘞，它有那个牛肉面。哎，饿了，我想吃碗牛肉面吧，要不？这里好多服务区哦。你找个地方先停车再说吧。现在因为兰州有那个疫情嘛，我们没有办法下高速去兰州吃牛肉面，但是服务区里有，应该也差不了，是吧？我要加肉。此行的第一餐牛肉面。对，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牛肉面。我们是点了两碗牛肉面，加了一份肉、一个鸡蛋、一个小菜，一共是55块钱。价格还算合理。对，服务区真的还算合理的。我问老板要了这么多的饭。真的不能再吃了，我得减肥了。我朋友都在问我有没有怀孕。好吧。她说她老公一直在看我们的视频，让我问你一下，我有没有怀孕？我说，纯属就是吃胖了。她说底下网友也在问。那网友确实有蛮多人问的。肉都给你吧。你别啊。我还往你那里放了几片呢，10块钱的牛肉还挺多的。这里也放了几片，哎，忘记说了，我不要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蒜要吃我们就一起吃，不然晚上我会把你臭死。那给我一个。你还自己剥，我懒得剥。辣吗？这个蒜挺辣的。吃这么大，一口面一口酸，一口肉，这样吃真的好满足。我的面已经吃完了，问前辈要一点。我觉得挺多的。这个面其实没有那么好吃了，有点软。对，但是它也是现拉的，这我感觉我不够还是。Thank you。别吃了，盆都被你吃干净了。让我吃多干净，这鸡蛋蛋哥吧，吃饱了。我也吃完了，汤我就不喝了。你这个蒜苗让我喝掉。你别喝，上面都一层油。走走走走。没事的。饭后。小豆说要吃一只棒冰，我说不吃不吃，他硬要吃一只。明明自己要吃的，这么无赖的，这么胖怎么办啊？你们是两个人分一只啊？走，越往西走，天暗的越晚。现在8:30了，天还没黑。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，离西宁就只有100多公里了，不敢走。那打点水，洗个脚吧。我感觉我的脚水肿了，前辈。你让我看一下，看，那鞋子，我昨天就发现了。水肿了，可能开车时间久，然后加上这个鞋子好像不舒服。你看见有没有？有。水肿了。这一块是不是你的袜子太紧了？不是不是，就鞋子的关系。你自己看一下，感觉被勒了。水肿了。哇，现在这个天气实在太舒服了，不用开空调，温度正合适。我们现在离西宁大概还有100多公里嘛，不敢继续往前走，因为我们，昨天其实准备到西宁的时候，西宁是没有疫情的，但是今天看新闻已经有一例了。我们担心今天晚上如果到西宁的话，万一明天好了有爆出有更多例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走不了。但是我们可能又不得不去西宁，因为我们记得有10多个快递到西宁的，这个就很纠结。看明天情况吧，如果没有增加多少嘛，对，那你待几天？我今天看了一下，它还属于低风险地区的，不是中高风险。但是他们西宁已经全员在做核酸了。我们进去的时候先做个核酸，然后实在不行的话，等到了东西都到了差不多了，我们一趟去拿了就直接走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东西到得慢的话，我们就在这个服务区里面多待2天。就在待在服务区里面。但是有个悲剧的是，我刚看了一下手机啊，我没有信号，我电器没有信号，你移动有吗？有。那我咋整？没信号我没法办公啊。把遮阳棚给打开了啊、哦，然后把幕布拉起来，看看电影。今天这么闲啊？对。反正不用改到西宁嘛。现在大车好像是有那种装猪的车。看什么电影？我先借，你看一下啊。
你要再松一点。这咋弄的？你那么会弄，以后都你弄。真的是跟个猪一样。那车里的猪都比你聪明一点。没这么高的吧？你不就是那车里的猪吗？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了好了。我都绑好了，他还没开始。那你这个你来绑。动手能力简直就零分。你去参观一下我怎么绑的，你再来看一下。我那把它绑住了就好了。不是这样绑住，你要压着那个垫片，把它压着。康康，我的绑法，你看它。那你的又不一定是正确。你自己看看上面皱不皱呢？我的不一定正确。那它这样也是皱的呀，它这样不也是皱的吗？那你得拉紧啊，得压下来呀。我这么有点折皱也不要紧。OK。今天一路上忘记给电小二充电了。之前在那里慢充的地方也忘记给电小二充电，得往后再去一去。你看现在屏幕只有这么小，看什么呢？你搞这么钱啊？无人区。你就在这里看电影呢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不用工作啊。我还工作什么？我都开车开这么久了。这个屏幕，这个实在离得太近了，所以投屏只能投这么一点点。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这里停车区啊，基本就两三辆车，现在这么多车了，可能很多大车都在这个地方睡觉了。这个的停车区啊，单单就是一个停车的地方，没有吃饭的地方，也没有厕所，就是一个停车区啊。对啊，厕所有比较远啊，有吗？远。热了吗？好的，小豆在洗澡了。你看看我们这里这么多东西，都是从那个卫生间搬出来的。毕竟房子寸土寸金啊。这两个电小二的箱子放在房车里正好那个角落，装的都是一些杂物。这一袋主要是吃的了，我之前给大家拍过，薏仁水呀、啊，什么鱿鱼酱，我们一些存货啊什么的。一箱纸巾，我们纸巾用的特别费，卡式炉。一个风筝，还有这里是放了那个高压锅，这次有高原的地方嘛，高压锅会比较好一点，电饭煲有时候可能饭煮不熟，每次用完卫生间，我都要把这个地给擦干的，然后把这一堆给放进去。你看这里，我用了那个胶带的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擦干啊，放进去它也不会湿。不止这些哦，还有这里一堆烧烤架，这一堆脏衣服。反正洗衣机洗的，还有这些吃的，冰箱里面放不下的，暂时放在这里的。哎，这个好像暂时这里能放下了，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还有我这些盆，洗脚的两个水桶，脸盆，洗碗的盆，你看，特别多。有时候要做饭什么，这间盆已经不算多了。平时有时候停的位置不是特别好，不是特别平的话，有些积水会积在那里。他没办法进到这个洞里面，我都要把它弄干。他洗好澡了，换了睡衣，今天不用开空调，一个小电扇就够了。舒服啊，刷刷手机。对。拜拜。